原来气温局是10.07，好像是 confirmation number 加一块二，反正我们就现在是10.05一全包括啊。那就是你配套很大就行。对。那现在有什么 UPS 的这一些 UPS 吗？好像是零的 hub 就行。